上好，我是小林，今天带孩要去省内看看嘞，因为在县城那边得需要做手术，去那边得检查检查。如果不需要做手术都不做了。走。一到这又开始下雨。啊，下济南一下。嗯。开慢点吧。哦。雨天路滑，慢点点。是吧？嗯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有血不要泪。对，其实到那看看都没事了，是吧？嗯。嗯，小姨娜真勇敢，真棒。还有老院了？没多远，走过来过去一分大。嗯。到这清楚了，清楚了吧？嗯，小时候那是家姨在邢台这上学是流鼻血了，我抱啊一奶带个家姨，来这看来了。是啊。嗯，在家里支不住。你还挺厉害的。哦，那还是坐公交车。都一个，带一个的。现在估计不知道坐哪车了。好几年了。嗯。一奶刚一周岁那时候是。妈，哎，我还是有点紧张。还是有点紧张。啊，没事嘞，这都没有事，知道了呗。嗯。啊，这是到那儿叫医生看看，知道了呗。知道。啊。哦，对，不紧张，不紧张。那我就不紧张，不紧张，不紧张。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时间长了还有什么别的变化，所以干脆切掉，早点切割好。这是个小手术。但是也得麻醉啊，也得全身麻醉，不能手术了，然后没有想法。说明天早上不吃不喝，啊，7:50、8:00过来办住院。多长时间住院呢？住院3天。3天。啊，第一天切第二，第一天抽血，第二天切，第三天住院。早上不要吃饭喝水啊，把这拍一下啊，注意事项啊，拍一下。回去商量一下吧，商量一下看是在邢台做还是在县城做。走最左侧车道。到家里又开始下雨了。嗯。我说人家说这个越长越大，你反正是也长大了不好了都。还是还长大了也不好了。说不定还有别人的事来怕。哎，那他是在路基上的。不老在那头一天的上面儿聊的。嗯，聊的啥？我说要不老都最近都是都说正好放假里给他做了，是呗？但是过多了也过了命啊，命啊还有生意，看不见还得医院住。嗯。是呗？哦，正好我说这是干俺家明个生意的。嗯，他那个都得过命。过海这生意了。过海生意了。我为了俺们开销了，也不当个孝顺。哦，正好等一开销也都养好了都。嗯，那也怪不了，俺都准备拿5天回来，没想着孩子上市上给孩子买点啥。哎呀，不用。是不用哎，你看俺也怪不了，俺还比较亲近人。哦。粮食上一年，将军妈妈给你买上啊！嗯，好好买点营养中的养养，到时候养好点。不用，这是不用哎，可不能这大量。也不是啥那啥，
应该没啥事的呀。哎，也没啥事，说在那块长，也在别个地方长，是在江某村也那啥，好在这东北地上边那会儿长，那跟江某村也这那啥的。